这个月黑眼圈一定越来越重了，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。Vogue 在改版之后呢，有了全新的突破，从它的尺寸到内容，甚至模特儿的选择，都有全新的进化。谢谢 Leslie 团队。接着欢迎今天的两位压轴女神徐若瑄、林依晨，有请。两位联袂登台，真是我们的梦幻组合，也代表台湾的演艺圈跟时尚圈一样团结，让我们一起站在同一阵线上 fighting。 欢迎两位。好，其他艺人也准备好，赶快补妆哈，老婆，请就位。好，陪着我们 Leslie 今天也是一身劲装，穿的是我们插画家马来模的潮 T。 接下来我们欢迎今天的压轴嘉宾佑嘉再次登场，帮他开路一下，哎，小心。接下来欢迎凤小岳、杨锦华，男神女神请就位。谢谢他们今天都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，以台湾品牌插画 T 恤当基底，搭配国际的时尚，让台湾的创意跟国际接轨。接下来欢迎表演嘉宾瘦子，他先离开了，没有人告诉我。接下来欢迎曾之乔、范少勋，欢迎两位，刚刚在旁边看秀都超嗨的，谢谢你们，让我们模特儿一直笑场。好，欢迎两位，请上舞台。接下来也是非常潮，而且在新专辑大力支持台湾设计师的吴映洁、杰玛，有请。接下来欢迎两位型男，张广成、许光汉。哇，谢谢两位百忙之中特别力挺台北时装周。接下来欢迎时尚 icon 蔡诗芸，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合照行列。紧接着是为我们创作主题曲 replay 的两位，刚刚也做了精彩表演 Julia、 吴卓源、 Kimberly、 陈芳宇，欢迎两位，请加入。接下来欢迎钟瑶，有要跌倒的意思吗？ OK， 小心哦。接下来欢迎高尔轩、 Karen CC。 我们再往下站一排好了好吗？来，谢谢，好，感谢。接下来欢迎新生代的 KOL 李涵、黄轩。接下来就是为我们设计今年潮 T 的插画家马来模 Tran， 还有爽爽猫 by Second、 拜拜啾啾、 ZZ Fans、 陈森田、 Monita Chen， 欢迎。以上是我们今天出席的名人朋友，谢谢你们大力的帮忙，谢谢插画家为我们打造精彩的 T 恤。请大家一起看着前方好吗？谢谢。好，前面的摄影大哥如果有需要什么请大声呼唤一下。首先看我们官方摄影师站得最高的那位，请看正前方站最高的那位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来，右边看一下，右边的贵宾们，最后看一下左手边。好，麻烦再回到正中间，谢谢。哇，太壮观了。跟各位报告一下，为了跟国际接轨，台北